大秦帝国第五部《铁血文明》第十四章《大地流火》。秦王政十九年，公元前二百二十八年，时年嬴政三十二岁。其实，王翦大军灭赵，嬴政第二次东出，赶赴邯郸，后从太原上郡归秦。这次出行，两件大事。 一则处置灭赵善后事宜，并重游童年故地；二则会商灭燕大计。秦王政二十三年（公元前二百二十四年），时年嬴政三十六岁。其实，王翦大军灭楚，嬴政第三次东出，经过陈城，赶赴邯郸，并巡视江南楚地，会商议决。 进军闽粤岭南大事。依照传统与帝国典章，嬴政即皇帝位后的出行，称之为巡狩。巡狩者何？孟子《梁惠王下》云：“天子是诸侯曰巡狩，巡狩者，巡所守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就形式而言，巡狩并非秦典章首创。 而是自古就有的天子大政，夏商周三代由成定制。上点《尚书尧典》《史记武帝本纪》《礼记王志、国语鲁语》等文献，都不同程度的记载了这种巡狩政治的具体方面。大要言之，在以征伐、祭祀为根本大政的古代，巡狩的本意是天子率领护卫大军。 在疆域内视察防务，会盟诸侯，督导政事，祭祀神明。然从实际方面看，春秋之前的天子巡狩，其实际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：一则祭祀天地名山大川；二则会盟诸侯以接受贡献；三则游历行政之地。就其行止特征而言，一则以舒适平稳。 一则以路途短，时间短；一则以轻松游览。真正的跋涉艰险，将驯兽当作实际政事而认真处置，且连续长时间、长距离的大巡狩，为嬴政皇帝一人做到了。第一次大巡狩是灭六国的次年，始皇帝二十七年（公元前二百二十年），时年嬴政四十岁。 这次是出巡陇西北地两郡，一则巡视西部对匈奴战士，二则北部蒙恬军大举反击匈奴士。这次出巡的路线是咸阳、陈仓、上邽、临洮、北地，返经鸡头山，经回中宫入咸阳。这次路程不长，然全部在山地、草原、边陲行进。 且多有匈奴袭击的可能性，危险，其艰难险阻，自不待言。第二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八年（公元前二百一十九年），时年嬴政四十一岁。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：咸阳、河外、易山、泰山、琅琊、彭城、香山、衡山、长江、安陆。 南郡，入武关归秦。从路程之遥与沿途举措之多看，大体是初春出，初冬归，堪堪一年。这次大巡狩的主要使命，是宣示大秦新政之成效，确立帝国威权之天道根基。是故，其最主要举措是四则：其一，一山刻石。 以宣教新政闻名。其二，泰山祭天封禅，梁复刻时，以当时最为神圣的大典，确立帝国新政的天道根基。其三，登知罘山，刻石宣教，以威慑逃亡遁海之复辟者。其四，坐狼牙台并刻石，系统全面地宣教新政文明。于是史论。 这个伟大帝国的直接史料，在后来的战乱中消失殆尽；帝国华夏大地所留下的实际遗迹，则成为弥足珍贵的直接史料。譬如，一山刻石文、芝福山第一次刻石文，皆未见于史记。对于非常注重言论记载的太史公而言，绝不会有意疏漏，完全可能是司马迁时已经湮灭。 或被掩盖隐藏，而后世重新得以发现，为其弥足珍贵。不妨录下三篇刻石文辞，以窥帝国风貌。《一山刻石文》：皇帝立国，伟出在西。四世称王，讨伐乱逆，威动四极，武艺指方。 荣成奉诏，经时不久，灭六暴强。二十有六年，上见高号，孝道显明。祭献太成，乃降专惠，千寻远方。登于一山，群臣从者，贤思悠长，追念乱世，分土建邦。 以开征理，攻战日作，流血于野，自太古始。事无万数，陀及五帝，莫能禁止。乃今皇帝，一家天下，兵不复起。灾害灭除，前守康定，利则长久。群臣颂略。 刻此月石，以助经济。梁复刻石文。皇帝临位，坐制明法，臣下修敕。二十有六年，出并天下，往不宾服。亲寻远方黎民，登兹泰山，周览东极。从臣思绩，本原事业。 知颂功德，至道运行，诸产得宜，皆有法事，大义修明，垂于后世，顺承物格。皇帝功盛，济平天下，不屑于治，夙兴夜寐，建设常立，专隆教诲，诵经宣达。 远近避礼，贤成圣志。贵贱分明，男女理顺，慎尊执事。朝阁内外，米不清净，失于厚思，化极无穷。尊奉遗诏，永承重戒。琅琊台刻石文，为八年，皇帝作史。 端平法度，万物之计，以明人事，合同父子；圣治仁义，显白道理；东福东土，以醒足事；事以大毕，乃临于海；皇帝之功，勤劳本事；上农除没，前手是富；普天之下，专心一志。 器械一良，同书文字，日月所照，周雨所载，皆终其命，莫不得意。应时动事，是为皇帝。匡治易俗，临水经地，幽叙前手，朝夕不懈。除一定法，贤之所辞，方伯分职。 诸至精意，举措必当，莫不如画。皇帝之明，临察四方，尊卑贵,贵贱，不逾次行。奸邪不如，皆务真良。细大尽力，莫敢怠荒。圆耳辟隐，专务素庄。端直敦忠，事业有成。 皇帝之德，存定四极，诸乱除害，兴利致富，节事一时，诸产繁殖，黔首安宁，不用兵戈，六亲相保，终无贼寇，欢欣奉教，尽知法事。六合之内，皇帝之土，西摄流沙，南尽北户。 东有东海，北过大夏，人迹所至，无不臣者。功盖五帝，泽及牛马，莫不受得，各安其语。琅琊台刻石文之后，复记了这篇最长刻石文产生的经过。李斯、王本等十一位随皇帝出巡的大臣，在海上会商。 一致认为，古之帝王，地狭民少，动荡不休，尚能刻时为继，今皇帝并一海内，天下和平，天下相遇，传颂皇帝功德，更该刻于金石，以为表经。于是，产生了这篇专一的、全面的叙述灭六国之后帝国新政举措的文辞。这三篇刻石文。 其一被看作歌功颂德之词，而忽视了他对历史真相真实记载的史料价值。就后世史家对秦史的研究而言，至少忽视了琅琊台刻石文中的两处事实：其一是“器械一良一具”，所谓器械，衣甲兵器也；所谓一良统一规定形制、尺寸、重量也。这一事实是说。 秦在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等等之外，还有一个统一，这就是统一大军装备的形制、尺度与重量。在诸多史家，包括军事史、兵器史等专史与文化人的知识认定里，都以为兵器衣甲装备的标准化是从宋代开始的，因为历代兵书中只有宋代编定的《五经总要》。 规定了各种兵器的尺寸、重量，对秦帝国的兵器装备标准化，以往的通常说法是史料无载，一直到当代考古学者在秦兵马俑中发现了大量尺寸、重量、形制统一的剑簇，方才提出了这一理念。事实上，《琅琊台》课文中的“器械一两”正是确实无误的史料，而且课文中。 将器械一两与同书文字并列，可见其重要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正义对此条的解释是：“内承曰器，甲胄兜鍪之属；外承曰械，割矛弓戟之属。一两者，同度量也。”所指意涵非常明确，只不过。 因为后世非秦被人忽视，而没有作为公认史料提出罢了。其二是六亲相保，终无贼寇。当代人大多激烈抨击秦政中的连坐制，几乎没有哪个史学或学人提出连坐制在当时的实际意义。这一条给我们展示了秦帝国自家的实际解释：连坐制的实际意义在于。 六秦相保，其实际效果则是终无贼寇。也就是说，起于战时管制的秦法连坐制，通过相互举发犯罪，而达到共同防止犯罪，进而族人亲人互相保护的目标。对于社会总体效果而言，没有人犯罪了，自然也就没有贼寇这种罪犯了。因为这一实际效果，秦统一中国之后。 连坐制非但没有废除，反而是推向了整个华夏。自秦之后，后世断续沿用连坐制，而始终不能彻底丢弃。应该说，这种实际效果起了决定性作用，尤其在战时社会。就是在这次大巡狩滨海之行的后期，卢生、徐福等几个方士，第一次上书皇帝，万分肃穆地说。 海中有三座神山，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上有仙人居之。请求携带童男童女出海求仙。从一个方面说，始皇帝亲临大海，眼见其壮阔辽远，对流传久远的海中有仙之传闻，不可能完全拒绝相信。更见其实嬴政皇帝的暗疾已时常发作。 允准了卢生、徐福之请，准许其筹划出海求仙。从另一方面说，其实六国贵族多有逃亡，许多贵族后裔都逃遁到海岛藏匿。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为名目，派出精干斥候于护卫求仙的军事之中，以求查看贵族藏匿之真实情形。第三次大巡狩。 在始皇帝二十九年（公元前二百一十八年），时年嬴政四十二岁。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：咸阳、三川郡，在阳武博浪沙遇刺；胶东郡，直扶山、琅琊台，返京衡山，经上党，西渡河入关中。从时间看，是仲春二月出发。 大约在立冬前后归秦，也是堪堪一年。这次大巡狩与上次紧紧相连，其使命大体也与上次大体相同。始皇帝第二次抵达海滨，登临知府山，留下了两篇刻石文字，其内容与一山石刻大同小异。这次大巡狩中发生的最大一件事，是三川去五县博浪沙路段的。 刺杀皇帝事件，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来建筑于史册。旧韩公子张良，携力士埋伏道侧壕沟，以一百二十斤大铁锤猛制嬴政皇帝坐车，结果误中副车，刺杀未遂。但在当时，罪犯逃匿了，真相一直不明。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。 也没有缉拿到罪犯，也就是说，这件震惊天下的大谋杀案件当时并未告破。这次大谋杀给帝国君臣敲响了复辟势力以告猖獗的警钟，将帝国君臣从天下和平、米不清净的时事评估中解脱了出来。时隔年余，嬴政皇帝微服出行关中。 夜行兰池宫外，又遭数名刺客突袭。若非随行四五式力战击杀刺客，嬴政皇帝也许那一次就真的被复辟势力吞没了。博浪沙大谋杀事件、兰池宫冯道遇刺事件，是帝国新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此后，嬴政皇帝与帝国权力的注意力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变化。 从全力关注构建文明、盘整天下，转为关注对复辟暗潮的查勘，终于导致了三年之后，也就是始皇帝三十四年，对复辟势力的公开宣战。从大巡狩而言，博浪沙大谋杀事件也导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变，从相对简单的新政宣教，转变为巡边、震慑复辟。 与督导实际政务三方面，这一转变，从马上就要到来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的看出轨迹。第四次大巡狩，在始皇帝三十二年（公元前二百一十五年），时年嬴政四十五岁。这次大巡狩的路线是：咸阳，经旧赵之地，入旧燕之地，辽西郡。 结石返回，在京燕赵旧地，经上郡进入边地，巡视北边，南下归关中。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记载的最为简单，然实际意涵却最为丰富。主要大事是：结石宣教新政，督导迟滞工程，环城郭决川防，部署求仙事，巡视九原。 并部署反击匈奴战士。若将史料残留的点连接起来，这次大巡狩的实际作为，则立即清楚的表现出内在的轨迹。这次大巡狩，无疑是嬴政皇帝即将实施的内外战略的预备举措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